觉得这应该会是我一辈子无法忘记的景象，就是有那种 Titanic 的感觉。对，它可是世界级的潜艇。我们现在前面看到长风三鸟。Oh my god！ 众神国度的长风三鸟。现在整个云雾上来了，非常的冷，爬起来路很陡，因为真的很不好走。那我现在头真的好痛。大雨啊 ！Oh my god！ 台风天等级啊，各位！天啊，风太大！哇！有感受到这阵雨的那个猛烈吗？不知道多大 ！Oh my god！ 我这一路上真的是惊风连连。很紧张。哎，慢慢慢慢，不要急。大太阳。开始没力。因为你看黄月，他的唇色好像有点变白，变白的，他白色，没有血色。哎，这个很恐怖，这个真的很恐怖。可以不要再拍了。啥呀那？对，反过来，对，反过来。脚，不要脚直接的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手没有力。我是从猴子来的，我可以。我们陷下去的地方是没有电的部落。不好意思，杰哥，现在民国几年？为什么他的地方没有电？哎，我也很好奇。我们都很好奇，今天叫个车，我们来做急了。我觉得这应该会是我一辈子无法忘记的景象，就是有那种 Titanic 的感觉。对，它可是世界级的潜艇。我们现在前面看到长风三鸟。Oh my god！ 众神国度的长风三鸟。真的很像走到一个仙境，对，仙境梦境的感觉。哦，你看那个雨。对啊，太行了啦！真的。Oh my god！ 我们真的头低的走上来了。我终于到了，我终于到了。他哭出来了，我要哭了。这是我最美的白月，太美了啦，好像上帝的弹簧床哦。终于看到北大武的云海了，真正的就是摸到了山里面的土地，太美了吧，这个风景。大家好，我是钟瑶，我是庄凯勋，我是魏曼，我是黄月，我是高志，我在上山下海过一夜，直击到台湾，跟着我们发现台湾的美好。